What's your thoughts?超越昆仑电力系统超时发动，三级三大九秒十一分钟，零不意味多元动车场景。VHD3个法律速度，实现十秒的平滑，最优方案让动力高效平顺输出。四驱4.9秒0百加速，打破同级动力边界。 NEDC 工况电驱，平均效率90%，卓越燃油经济性，全球领先。V8 Plus 风能一家，全系标配500公里纯电续航。Chery。 Powerful car.
坚定的两城下线，董书豪连续失职，金正力。技术是奇瑞天生的宪法，世界著名设计大师领衔的国际化团队，在潮流设计中融合东方美学，形成了世界通行的设计理念。从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，到涵盖燃油与混合动力的混合动力，再到世界领先的纯电动氢能源科技，技术奇瑞的每一步征程，记录着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。作为第一个进行智能化转型的中国车企，奇瑞推出了全新的奇瑞雄狮，率先在量产车型上实现了由 2.5G 自动辅助驾驶技术，并融合人脸识别、自然语音交互、AI 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，让汽车从一个交通工具转向为一个能感知、互动并实现情感融合的生活空间。坚持讲坚持经营全新的造化车是我们的使命所在。为制造一部真正的好车，匠心精神已融入奇瑞人的血液中。奇瑞国际顶尖水准的四大试验室，实现了最优34分贝的静谧体验，成就超越 CNN 五星级安全标准。用赋予奇瑞智能互联网最高安全保障及精密品质。奇瑞精神领先企业，采用全球领先的3.0全自动化机器人生产线，领先到自动检验。而业内最严格的标准品质评审，不被奇瑞满足，提出六项要求。奇瑞汽车的四大品质要求，作为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创新的标志，每一辆奇瑞的匠心品质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汽车工业燃料向前，奇瑞从一九年的信任，全球近1000万用户的认可，都是奇瑞21年收获的最高荣耀。细数奇瑞以自主创新为您创造的美好，不止于汽车，更在生活每个瞬间。那阅读奇遇，走过风雨，是初心，是匠心，是真心。技术奇瑞，一路向前，奇瑞心，中国心。
战者，不断超越，不断 DHT 超速奋斗，双击三大九毛十一伏，打出动技术新高度。世界首创全功能化的高级功能 DHT， 率先开启中国品牌深度自驱的时代。整车三项动力源可智能组合，灵活应对多用途车场景。DHT 三个档位速度，实现十一个组合档位，不优化版让动力高效平顺输出，让全系标配100公里纯电的续航，高效智能回收，双电机纯电动，增强了九种运动模式，全面满足各类出行场景。智能动力模式实现轻质能耗，100公里综合油耗也是提升。DHT 超级运动，三擎三马九摩十一速，技术先进未来，超越一切所想。是。Thank you.